哦，我去抽，我去抽啊！每次跟你讲都一百万金，跟你讲一百万金啊，一百万金啊！这单抽指令谁设的啦？我，我只是没想到会在这个时候触发。哎，一百万金哎，真是开心的，有一百万不错了啦。不错啦，一百万。你看鬼月想抽一百万也抽不到，你看他现在只剩138万。你知道我一开始抽一个一百万金耶、欸，林老师嘞、欸，好了啦，可以了啦，走吧。林老师、欸，一百万金耶、欸，管你，管你他妈抽多好，等一下也不通都要换小太刀。靠你妈，我就要去抽妈的，我不要拿最烂武器。哦，不是，没有更好烂的，已经没有办法更好了。算了算了，我觉得雷刀也不错啊，干嘛嫌弃雷刀？你要不要天师，你可以顺便开直播吗？要不然天师，你拿雷刀，我拿这个。哦，顺便开直播吗？也是可。这样我就不相信你，就不用再开。你怪木 loading 的时间不够。我有点不是很想开直播、欸，哎，拍影片就好了。开直播你要分心在，好、啊，今天不想开直播吧？没有，你可以没有、啊，你就 你就不要理聊天室、啊、就好了。哦，也是、啊。谁叫你理了？谁把聊天室关掉？不会哦。视窗直接关掉，把 YouTube 直播视窗关掉也不会怎样。那等一下再等一下有空开。你现在就可以开啦，我不相信等一下你会死。这个，那我躲旁边。直播资讯首页。那个太暴力啦！好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这游戏是不是很简单？等等，等等，到底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抓，等一下，你抓到你旁边那位，可以，差不多就神作了。所以你开了没啊？还没。我一百六，我们死了，不知道，你要问。啊！我队长真好。哪一大堆？在玩吗？你在玩吗？哪一大堆 BOSS 武器？灭团。你在玩吗？个胜啊！一个胜啊！哎，黄杰退档嘞。不知道，连黄杰都退了。完全不意外呢。完全不意外。你在说实力吗？对，实力。他就完全不意外啊！好抱歉，我在打标题。哎、欸，我们这边是所有对 AI 做了什么？为什么对 AI 低？哎，对 AI 区域里面最强的武器各一把。没有，除了我。对，没有春雨，可怜呐、啊。你要把冰之石放在雷刀上面，这样它才会变春雨。速度少 0.2。其实你刚刚说雷刀也不错，可是我不是在说它不错，我是说它跟这里面说的武器比起来，它最烂。没有比，但有种官方出，有种官方出永久的雷刀，我还不买。不然你提出一个比。我们要不要？我觉得我们会灭团，先说。这是什么霸气场面？好啦，过了啦，过了啦，不是吗？你没有发现有人下去吗？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哎、欸，这怎么捡一个？等下奈落奈回来。月，你怎么？等下奈落奈回来。月，你怎么？在玩奈落啊！哈、啊。你说我现在直接按奈落吗？按啊。反正刚刚都已经灭团了，其实我觉得没差。按按按！这个饭团白吃了。踩回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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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了！空是有鬼啊，这个。光天到底什么东西？
不要卡我啦！鸡巴的，还想卡位啊？我只是想要杀折筒而已。简单呢、啊，你站旁边明明就好了。你说手感好卡还是 Flash 好卡？我的 Flash 没问题。哦，好卡手、哦。这个嘛，你摸玩一下应该就可以回来了。要相信人类。是说他们最初记录，现在又变成竹鹰、竹猪那群那群人了。对，有变加速，加速仔啊！可怜呐、啊，里面还有白球史莱姆，那就加速仔啊！我等一下，这个我都在拍影片，还没有开直播了，播影片随便啊，随便嘛，好吧，我们出来了，来抹黑就不放了，我觉得我放下去，我不用急奥义。我帮你们补血，我帮你们补血。别敢哦，你这让奥义放不出来了，妈的！哦，有人生啊，香。就是我帮你们补血啊。他直接蒸发了。我怀念傀儡石以前会否灭的时候。到底是谁去靠北官方让把傀儡石改弱的？完全不懂。对，然后我们把以前傀儡石有那个威胁，威胁是王两九尾，什么杂七杂八通通有，还会否灭。就是因双修啊，双修啊，只差不会活、啊。九尾混沌王两否灭。对对对对，死神他也会丢，死神他也会丢。干以前的傀儡石根本跟鬼一样，整个打鬼最大的噩梦。天师左边我不对，没有刀锋右边我还刀，他是直接砍啊！他骂这个阵营谁还在跟你慢慢打？我先下去玩，干！我要没魂了，还行、啊，我没魂，还行啊！一把真皮，两把天虫，然后一把黑镖，谁还在跟你慢慢打？没魂，早知道刚刚我就躲在下面了。哎、欸、干！你买真皮呢？有热情就好。哎、欸，左上角。有在混啊？我按到热血啦，妈了个逼的！没有啊，我刚刚魂三呐、啊，不要傲不会吗？不要傲他妈我就死了，干你娘！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一点。没有啊，你要在魂魄状态下自己按奈落把自己奈回来啊。你说在死之前按奈落，还是在死掉的时候按奈落？死掉之后。在死中途算耐度。OK， 我会试着这么做。这边先暂停。那我们可以顺着把听到我在最右边吗？好、哦，还可以直播。靠哟，为什么直播错误？是我错觉。没差，你万要现在就按下去，你也不会死。是可以的。你就慢慢调。九只。为什么九只？可以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靠屁事哦！拿一大堆五，拿一大堆狗五，然后一只爆人出去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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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！可以，我在哪里？你这样已经花了三万了，赞啦！没有人在乎那个钱啦，打游戏不要在乎那个钱好不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穷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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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穷什么？结果，处理掉了。我打游戏，我们打游戏在追求乐。好了，剩下几只不用管了、啊，对。到底这第六层到底在打什么？不知道。你在刷是什么打法？我没有在试打法，我只在刷钱而已。我们在刷怪物而已，完全不知道为什么。刷小钱，那就有人快没钱了啊！两个九字，赞。
铁砂怎么打？干他！啊、直接硬上。你觉得？直接硬上、啊。我们的武器需要考虑什么？游击啊！直接游击战，开场神雷。来啊！直接游击啊！直接游击。我没意见啊！直接游击啊！游击啊！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开场奥义还是开场神雷？随便啊！随便啊！开场奈落啦、啊！哎，我这样差一点哦，干！我游击，看我这个轻，这不就中了吗？干，好三小，没有了，没有神酒不好用。不是直接小怪不清，然后直接硬干夜杀。当然是这样啊，谁还在打车啊？剑士麦，哎呀，再不要跑。小，干，不要不要这样，过分。应该买魔水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卡进去，卡进去。不用卡啦，拿这种武器也在卡。这种武器就是要这样直接砍下去，好不好？把它当菜切，干你娘嘞！靠，跑屁啊！奥三，不奥三我就砍你！哈哈，干啊！换三枪啊！抓不到人斗啊！绝望！靠呗！哎，你靠呗啊！哎呦，他有魂啊！不要残杀队友，母汤哦，母汤哦！这不是我的问题，干！不要就我带回来，我带回来，带回来！啊，可恶！好啦，按奈落补那个了。你要有混沌，只补到你自己而已吧？再补，再补，再补，还有啦，还有。二靠北，有三小、啊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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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出事啊！你在傲什么？你傲什么？你在傲攻击啊，大哥！你傲三小，掉了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全部残血打，残血打，谁死掉谁菜鸡。哦，谁死掉谁菜鸡是啊？啊，他万用。哎！我不想跟你，我不想这样玩啊！我至少要一格血。我刚突然发出女人叫声，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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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时候可以补？可以 F 了。OK， 他死掉瞬间，他一死掉瞬间就可以 F 了。因为我都记得好像。前阵子有改过，没有？你看你钱有变多就好啦。我没有在注意他，笑死！哈哈哈哈哈！